咱们举杯吧。不过，我建议这第一杯酒献给丽娜小姐。 这第二杯酒就要敬我的特派员小姐了。俗话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毕竟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共同摸爬滚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敬佩周小姐的胆识，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先干为敬。 黄先生，今天你能把丽娜请来，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你了。这杯酒，我喝。好，吃点菜吧。池元君，我敬你一杯。为什么要敬我？为夫唱夫随。江太子。 你真是太好了，因为今天我才觉得我是一个女人。程璧，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把这么重要的情况告诉我，谢谢。大姐，我这个军统的004，也不是吃干饭的。 关于你的事，我多少也知道一些眉目。所以，你一直在暗中帮助我。其实我更是拯救我自己。但是，那好，让我们静观事态的发展。来，不喝了，再喝真的要醉了。 真不喝了，好，这恭敬不如从命，不喝了。谢谢。周小姐，这老百姓还有句俗话，叫酒壮怂人胆呢。我今天也是仗着这点酒劲儿，也当着丽娜小姐的灵位。 有几句话想斗胆说给你，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要说什么呀？这么严肃。请你告诉我，你跟出卖猛虎的那个女人，也就是猛虎大队长游龙之妻，到底是什么关系？你都知道了。不光是我知道了，就连局座都知道了。 说吧，他究竟是你什么人？周小姐啊，现在可是考验你的关键时刻，是对党国忠心耿耿，还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
我劝你千万不要因小失大，耽误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哎，真是为你着急啊，就这么难以启齿吗？那以此看来，你周小姐之前的所作所为都是假的喽？你倒是说话呀。姐会出卖我大姐夫。原来是这样。你说的那个萧，是他。萧，是我们深藏不露的一张王牌。这可是令我太意外了。你意外，我们的敌人更加意外。你是怎么把他？这里面还有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哎，不说了。周小姐，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局座让咱们查找出卖猛虎之人的命令，我黄某不准备执行了。不执行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如果局座追究下来，我一个人扛着，这件事情从此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明天就可以离开这儿，回重庆向局座复命了。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十指连心呢，伤着哪根手指都会疼。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要完成任务、建功立业，伤害了你大姐。对于你我这样专门跟阎王爷打交道的人，我个人认为已经不分彼此了。你真是这么想？如果有半句假话，我当着丽娜的灵位发誓，我就跟她一块儿去。你这么说就更让我为难了。为什么？难道你想大义灭亲？你别说了，我只想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就是想弄清楚出卖猛虎的究竟是不是我大姐。那你怎么搞清楚？你不用管，我自己有办法。如果能这样当然最好。哎，你不会今天晚上睡一觉明天又变卦了吧？变卦？周志清，说话算话。好，那我就拭目以待喽。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我们没有想到的太多太多了，还有个神秘的人物，我们同样没有想到。谁？就是用电话向我报告，兴隆客栈有两个国民党女特工的那个神秘男人。我相信他还会跟我联系。为什么？这个神秘男人可是个玩政治搞阴谋的高手，他是想借我们的刀把他想干掉的，也就是持不同政见的一一杀掉。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何乐而不为呢？陈斌，陈斌，你快醒醒！
干什么呀你？你听见外面有声音没有？你没听见，没听见。我怎么听见好像外面有洗脸盆掉地上的声音？程璧，你在做梦吧？呀，我没做梦，真听见了。不会是大姐早上起来摔倒了吧？程璧。 探长，您勘察出结果了吗？刚才是你报的案？没错，是我。是什么结果？实不相瞒，你们说的你们家的那个人被绑架了。啊！被绑架了！ 姐被谁绑架了？探长，你快说呀！从绑架者进你们家，到绑架者得手之后把人带走，这伙人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出，绑架者应该对你们家的情况相当的熟悉和了解。还有，被绑架者在绑架时并没有呼救。 这也告诉我们，被绑架者和绑架者之间应该是认识的，也就是说，被绑架者并没有料到此人是来绑架他的，所以被绑架者是在完全没有警觉的情况下遭到对手的突然袭击的。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架我？哎。 这怎么能说是绑架呢？应该说是请。请？有这么请人的吗？这我说是请，他就是请。不信你看看，那是谁？他怎么能绑架你呢？
小妹，是我，大姐。你这是？有一件事情我需要求证，所以只能把你请来了。小妹，我是你大姐，有什么事你可以随便问，干嘛要用这样的方式呢？当然用得着了，因为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不普通的事情就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手段吗？ 极端手段是用来对付极端人物的。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这把椅子就是那个胡一凡曾经坐过的。我就是在这把椅子上用绳子勒死了他。你这算是吓唬人吗？我这真不是吓唬人。胡一凡什么人？ 卖国贼大汉奸，他死有余辜，我怎么了？能拿我跟他相提并论吗？这是不是卖国贼大汉奸？很快就能见分晓。小妹，你大姐到底怎么了？你要这么大动干戈？我问你一件事情，你说。我大姐夫和猛虎大队偷袭54号基地的事情。 事先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直接回答我。知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猛虎大队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你大姐夫在一起。陈斌，你琢磨出来了吗？我总觉得这不可能吧。 什么不可能？刚才那个探长不是说得很明白吗？大姐这次遭的是熟悉和了解咱家情况的人绑的架，熟悉和了解咱家情况的人还会有谁呢？你是说至亲？三儿。 你可真糊涂啊！如果再伤害你大姐，你就是错上加错呀！我没错。既然你承认了事先你知道猛虎出击的事情，那就足够了。我事先知道，就能说明我给日本鬼子通风报信了吗？你这什么逻辑呀？ 我们掌握的情报是，一个女人向日寇通报了猛虎出击的全部行动，导致了猛虎全军覆灭。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你？周芷清，你混蛋呢！猛虎大队里边有我的丈夫，我能把自己的丈夫往火坑里推吗？这可不好说。这有什么不好说的？这是人之常情。要不怎么说你的欺骗性比别人都强？ 那是因为，你正是利用了这个所谓的人之常情，排除了人们对你的怀疑。血口喷人，哼哼，我是不是血口喷人？我们特派员是明察秋毫的，他的眼里可不揉半粒沙子。小妹，你还想知道什么？我还想知道，你是不是日谍？我不是。 那你是不是中共地下党？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我们军统掌握了中共情报组织有意把猛虎行动的情报泄露给日寇的证据。且不论我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单说中共的情报组织把猛虎行动的情报有意泄露给日寇，这就是一派胡言，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怎么知道不是中共情报组织？ 有意把猛虎的行动计划泄露给日本人的，你少来套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决心世人皆知，他们在抗日前线和日寇浴血奋战也是有目共睹。可是令百姓不解的是，新四军军部遭到国军的围剿，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千古奇冤。统一战线摩擦不断，挑起事端的肇事者全是你们军统，这一点难道你能否认吗？ 宣传，你这完全是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就凭这一点。
特派员，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大姐，你不承认也罢，会找到证据的。好，我等着你的证据。司令长官阁下，为了使黑龙计划万无一失，我对我们特务机关的战略战术进行了一些调整，有以下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第一。 速调我们国家刚刚研制出来的无线电远程遥控测试仪，和我们的专家来到这里，迅速地打掉潜伏在这儿的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的电台，真正意义上堵住我们的情报外露。第二，撤掉全程禁言令，让老百姓感觉到表面的平和和安静，把我们这儿的人通通撤出去，混到大街小巷中，去获得更有利的情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充分地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让他们产生火花，以便我们逐个击破。樱花王，你的确比池原高一筹。不，司令长官阁下，这些也是在我丈夫池原一郎的帮助下完成的。如果没有他，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出这么完整的一套方案。 其实啊，你大姐死都不肯承认，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没人把你当哑巴。哎，你怎么还冲我来了？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闭嘴！好好，不说了。哎，你干什么去啊？ 天助黄卯成功了！宝塔山毁电了，怎么说？烟河一号是位女同志，真的。 既然你们认识，以后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我已经让韩英去请他，今天晚上咱们来个大团圆。翟先生，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到了他家，听他的家人说，就在几年早上，他被来历不明的人给绑架了。绑架了？真巧。 怎么会这么巧呢？你知道这件事儿，这不是乱成一锅粥了吗？程璧，有消息了吗？ 绑匪连赎金都不要了，只怕不是绑匪啊！不是绑匪，不是绑匪绑架我大姐做什么？这里面定有奥妙吧？那么说，你判断绑架他的是周志清？ 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为什么呢？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必须马上找到他，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可是。 我到哪儿去找啊？喂，是加代子机关长吧？首先。 我要祝贺你走马上任。你知道我？大名鼎鼎的樱花王，谁人不晓啊？你是谁？我是谁？没听出来吧？朋友啊。我想起来了，你是从卫新龙客栈打过电话来的。好记性。你找我有何贵干？我现在有一桩大买卖。 不知加代子机关长感不感兴趣？感兴趣，我对你所有的买卖都感兴趣。哦，这不是应了那句成语了吗？人心不足蛇吞象啊。生意人嘛，赚的越多越好。<笑>当心，贪多可嚼不烂。放心，我可是纲常铁卫。 那好，你听我说。三儿，你在干什么？妈，我找点东西。这是你大姐的房间，有你什么东西啊？ 告诉妈，到底是怎么回事？来人！机关长，把横路小组的人给我叫来。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这可是我们军统局掌握的情报，还能有假的吗？肯定是那些当官的骗你呢。妈，三儿啊，妈还没到老糊涂的地步啊。你大姐绝对不会出卖你大姐夫的。人心隔肚皮，万一呢？万一呢？三儿，妈是明白事理的女人。假如她，不管她是老几。 我都会亲手送他上西天的。要不怎么说你的欺骗性比别人都强呢？那是因为，你正是利用了这个所谓的人之常情，排除了人们对你的怀疑。你怎么知道，不是中共情报组织？ 有意把猛虎的行动计划泄露给日本人，宣传。你这完全是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就凭这一点，特派员，无用我再说什么了吧？小妹啊，小妹，你上了黄宇赫的当了。 怎么样，找到什么证据了吗？我回家把我大姐的东西翻了个底儿朝天，任何蛛丝马迹的证据都没找到。你呀，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啊！那种东西他怎么会留在身边呢？如果那么容易就被你找到了，你大姐还算是个间谍吗？ 怎么办？
我现在是有点骑虎难下了。我倒是有个主意，不妨试试。什么主意？问你话呢，去了你就知道了。你们要带我去哪儿？你们把我带这儿来干嘛？哼，这还用问吗？明天早晨报纸的头版头条将刊登一则消息：出卖猛虎日谍落网，愤怒子弹血祭英灵。小妹，你真的要对我下毒手吗？因为先下毒手的是你。我？对，就是你，让我中华热血男儿，当然也包括了我非常尊重的大姐夫他们。我跟你说过了，那不是我，不是我。你喊什么？再喊我把你嘴堵上。我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行啊，那你看着办吧。最后再问你一遍，你不用问了，你再问十遍、一百遍，我还是那句话，不是我。哼，你真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撑什么？招了吧。让你特别失望是吗？在我开枪之前，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比如给游游。看来我的小妹还是人性未泯，没有成为单纯的杀人机器。算了，我什么都不留了。为什么？我怕哪一天游游要是问你，小姨，我妈妈是怎么死的，你怎么回答呀？开枪吧。吃眼前亏。可是我大姐，独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伙人会是谁呀？他们个个黑衣蒙面，看不出来。这是日本黑龙会的标志。黑龙会？没错，就凭这个东西，我敢拿脑袋担保，他们是日本人。
日本人。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是你？是我。马上把他送到八号公馆抢救，严加保护。嗨，别看了，再看那也是铁的事实。哎，周特派员。我这招假枪毙不错吧？只那么一下，就让他原形毕露了。打死我，我也没想到。没想到不行啊！没想到就会吃亏，没想到就会挨打，没想到是会掉脑袋的。我相信你那个大姐夫啊，他到死都不会相信，是他的媳妇儿。把他和他的部下拱手出卖给了日本人，让日本人送他们下了地狱。我可不是倚老卖老啊，从这点上说你还年轻啊。我承认我经验不足，我太相信别人了。不过谁都有疏忽的时候，比方说今天，我怎么就没想到小鬼子会来抢人呢？这好不容易抓到手的，又让他们……他逃得过今天，逃不过明天。问题是，日本人会更加严密的防范，你大姐也会深藏不露。他就是钻到地缝里，我也要把他挖出来。你有这个决心就好，我马上就去布置我的眼线，看看这个周志柔到底被日本人藏到哪儿去了。你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到。也许是，也许错，纠缠一生的结果，爱与恨，还有什么可能？无路可退，你的眼泪，谁拯救谁？情不懂聚散。
就已让我沉浸，灿若的烛火撕开黑夜的吞没，也许是也许错，纠缠一生的结果，爱与恨还有什么可能？无路可退，你的眼泪谁拯救谁？情不懂聚散，爱不要安慰。就算天黑，所有负累全部让我来背。风雨过后，那一幕日出余晖，无路可退，你的眼泪谁拯救谁？情不懂聚散，爱不要安慰。就算天